印出来要好多嘞。啊，这个这个挺白的。
微的就是，你应该可以解释这个东西，可以解释，就是屏的那个厚高了一点。印其他地方你看这么小的字都印得这么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这是红色，怎么是红色？位置是好的，40度，白酒吗？对啊，烈酒。好，那就固化。可以了吧？多大？原来光谷机里面也没有这么久。它都在闪，闪一闪。然后这白的，这个比较关键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么小的字，你看这么小的字。后面呢，不好不够亮拍，不是太亮，不好拍。我清楚了，眼睛能看得很清楚。还有什么感觉？再来。这里看不见了。哦，这样清楚了，清楚了。不要了，清楚了，很清楚。